太太。喜欢被摸这边是不是？哎，该开花了，开花了。对对对，你看，因为它会痒，然后你看，你看躲进去，你看躲进去，它在做，哎，它真的很乖哎。但是它们有时候跑步的时候脚步很重，对，这样蹦蹦蹦蹦蹦蹦，它会扭一扭。特别是长大了以后长胖了，然后就是跟个拖把一样，对对对，拖在地上，用肚子帮我扫地，拖把拖地，哦，拖地。英文名字叫戴森，中文名叫小智。哎，戴森，哎呦，我真的觉得戴森可以，戴森。真的是超级宝宝哎，怎么跟妈妈挺像的？嗯，什么？哇，他现在应该是2个月多一点点，对。对，接回家了，他应该是明天正好是他的3个月生日，所以我很兴奋。我们来看看他愿不愿意跟我回家。Jason，他现在很稳。回家以后你要乖哦。回家以后妈妈就要工作了，所以回家以后妈妈。没那么快，会陪你几天。然后呢，我们帮你精心准备了，你看这么豪华的家，这个家比我的家还要大。OK， 一楼 Dyson 这是便便的地方，然后可以吃跟喝水。OK Dyson， OK 没关系。然后3楼这边可以睡觉，我个人觉得你像爬不了3楼对吧？有点高。Stay， 小心你的手，小心。对，哦，猫猫，哦，Dyson出来了，没关系。特别灵活哦，真棒！特别灵活。乔尔，干嘛？什么？OK， 好好好，给你。哎呦，呆呆。What are you doing? 你在干嘛，戴森？你装进纸箱去了哟。这个是一直在说啊，都是一直在。嘿 ，I missed you. 现在他在他的，我把他造了一个小小 playground 小公园，在玩耍中。想不想要他？OK， give it to me， 走。嗯，来了。哦。This is your new home， 这是你的新家吗？太好笑了，你怎么会喜欢这个？太太，你可以不要把你的床咬坏吗？你为什么不吃这个呢？啊，对吧？Oh, Dyson, look what you did! Look what you did! You broke it, but I gave you this. Why don't you eat this, please? You little doggy. 阿呆，你刚刚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刚刚是不是自己跳进牛奶里面？啊，是不是？你自己被蹦进去了？快喝牛奶。
被你弄成这个样子，上身上都是牛奶味。你把我的猫搞成这个样子，你说？不是我搞的。Oh my god！他就这样子躺平，他就这样子躺下来了。不是我搞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都是你搞的。嗯，不是我。Oh my god.